好，我叫陆雅慧，我半年前来到美国，以前在中国学习跳舞，然后我以前在中国在广东现代舞团。我为什么喜欢跳舞？其实好像我自己也没有找到答案为什么喜欢，但是它好像就是我生命中必须要存在的一种元素，如果没有它的话，我好像活着就少了一些什么东西。在中国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已经在尝试做一些很不一样很新鲜的东西，我们希望打开我们自己的眼界，打开自己的思维，出来看一看。纽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艺术之都，它有很多元素在这个城市里面，什么东西发生有可能都跟艺术有关，不管是舞蹈还是电影还是建筑，这方面它都可能有很强的刺激性对我，所以我很想来到这个地方，让自己更明白以前和现在的不同，或我们应该怎么样再去跳。来到杰城最大的感觉就是人之间和舞蹈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融洽，我总觉得就是这像一个家庭。二个就是他们对东西做东西非常认真，不像说是只是完成动作，然后每次做出来的东西都需要不断的练习和尝试，看是否可以存在或者是不存在的理由。我觉得我们的编舞就在考虑一些这样的东西。